马华公会已经要求马青总团在各州呢去主办这项这个首富马来西亚的全民运动。我们认为这项运动是非常重要，捍卫马来西亚的尊严，确保马来西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全民能够站起来，全民能够站在一起，大家站出来团结起来维护这个国家。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刻呢是非常困难的时刻，马华志工团现在全力以赴，不只是照顾我们国内这个家属，包括国外特别是中国的家属们，一些已经来到了马来西亚，我们会给他们特别的这个照顾。周美芬已经被安排特别到这个中国以便加强家属跟有关当局的沟通，也同时照顾他们家属们的这个感受，即情绪方面，那么给呢特别的这个安慰，特别的这个照顾。邓章青的这个做法呢，纯粹是从他个人政治的利益着想，没有为国家的这个利益做出发点，所以非常可悲。反对党特别是行动党的领导呢，在每一个课题他都会从政治的眼光来看马华领袖所做的一切，他都会有政治的这个诠释，对他们这个有利的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讲法来打压对方。每一项课题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拿来搞拿来玩弄的一个课题，那么希望把一个课题呢可以搞成一个热门课题过后呢，他从中得利，这一些都是反对党行动党一贯所用的说法。